群给圈住了啊！是南仁花。南仁花，苏哥，啊！南仁花同志，你好啊！好。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刚回来。苏哥，爸爸妈妈都好吗？ 这里调的，风太大就跑散了。调马群干什么？说是为了渡荒，各大队的马都调。对，谁决定的？达木林，我们就是要把90%的劳力和畜力都调开这儿，一部分去打猎，一部分渡荒，一部分把它卖掉。这次大风沙是我们布尔塔拉公社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的灾害。 我们不这样做，几万头牲畜就无法过冬，社员的生活呢，也就不能保证了啊！大山长说的对，打猎赚钱，搬家度黄年，好主意嘛！哎，你看能行吗？我说两句，今年灾情严重，我同意搬家。我不同意，我们大队。 不同意这样做，大家好好想一想，现在是人民公社，依靠集体的力量能够战胜这点灾害，可不能一遇见灾害就卖牲口逃荒。哎，别把话说的那么太刺耳。
不能说逃荒。嗨，反正不是我们牧民要走的道。南木尔大叔，这不是什么逃荒，就算是逃荒吧，该逃也得逃啊。哎，桑布，你来，大家说说吧。该搬家了。达社长，不行，男人花去北京之前就安排好，叫我们一手抓今年的抗灾保处，一手抓治理沙漠，这您是知道的。鲁华同志，你说的比百灵鸟唱的还好听啊。这古老沙漠海海漫漫，无边无际，谁能治理它啊？自古以来有治山治水的，谁听说过有治理沙漠的啊？能治山治水就能治理沙漠。男人好，男人好。你好，男人好。见到毛主席了吗？见到了，快给我们讲讲。说。同志们，我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这次到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我们，同我们亲切的谈话，热情的握手，对我们的革命和生产非常关心。我握着毛主席那双温暖的手，不知从哪儿说起，把咱牧民的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世世代代的奴隶，千百年来受尽了剥削和压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咱们打倒了王公贵族，使我们当了新中国的主人，给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只有把这茫茫的沙漠改造成富饶的草原，才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为了永远牢记毛主席的关怀和教导，我从毛主席身边带回一件东西。想起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彻底改变沙漠的面貌，使这个大苹果在沙漠上生根开花结果。我们边疆人民虽然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但毛主席和我们永远心连心。怎样接？哎呦，这一下，哎呀，该你走了。南仁花同志，时间已经到了，还有几个人没来，你看再稍等一会儿吧，今天是临时通知开会的。啊，也好，我还正想跟你谈谈心呢。哦，我达木林想把党的工作做好，你也了解，我是个穷要饭的出身，文化不高，工作上可能漏洞不少。就拿这次组织渡荒来说吧，我认为这样的灾年，如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点福利，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可是你一回来就张口自杀，闭口自杀，弄得人心惶惶。这我觉得这样下去工作不太好做了。嗨，拿人花主张自杀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你是知道的。话是好说呀，我就不知道这无边无际的沙漠怎么个治法。你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治不了沙漠的一个角，这样的教训咱们有过。不管怎么说，靠逃荒过日子可干不成社会主义。你这个说法我不反对，小灾小倒场，大灾就得大搬家。这不是我达木林的创造。我们不能让旧的传统习惯捆住我们的手脚。我这次到北京，向全国的先进单位学习了不少好经验。我想，这沙漠十年久旱，要想发展牧业，为国家做贡献，就一定要治住它。嗯，这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可谁也没治过呀，不能望风不影。拿人花过去在我们大队做支部书记的时候搞的那几块绿化实验点儿，草长得很茂盛，多少次大风沙也没把它摧垮，这怎么能说是望风不影？我们要通过实践，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我们就想办法克服它。道理是正确的，可是你要知道今年干旱风大，膘情又不好，几万头牲畜要过冬，这是实际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咱把工作分两步走，头一步先把今冬明春的抗灾保处工作做好，再派人到齐里拉饲料粮，第二步明年一开春咱把队伍拉出去，制住这千百年来的沙旱。同意这么干。达社长你说呢？咱们来吧。来了。咱别下来了，回来了，来了。哎，你好，你好，坐吧，坐吧，快坐吧。你好，来来来，坐，来来坐吧，坐。都准备好了吗？好了。还有事儿吗？你们这次去拉饲料粮，对路上的困难要想得多一些。嗯。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哎，你昨天跟达木林争论的问题，是不是给齐伟写个汇报？不用了，我已经去电话跟齐里联系过了。那好，我走了。爸爸。哎。陆远要照顾好大伙儿。哎，苏哥，啊，车队都齐了，走吧。哎，爸爸，您还没喝茶呢。啊，把拉粮队送走，回来喝。哦，快来，走吧，走。爸爸。啊。快再见，妈。哎。我们爷儿仨整天忙在外头，家里的活儿全留给您一个人了。公家的事儿比家里的事儿要紧，当信得过你，你就把心全扑在集体的事儿上吧。哎，鲁华，哎。陆华，你是不分春夏秋冬总锻炼呢，不把身体练得棒棒的，怎么跟你一起治理大沙漠呀？怎么，你现在就去打草场？啊，先到我家坐会儿，我哥哥从南京来了，想见见你。鲁新志同志来了啊？什么时候来的？昨天。走，看看去。赵英，赵英，快来帮帮忙嘛！看你。大惊小怪的，哥，你
看谁来了。陆先志同志，你好啊。纳兰花同志，你好。好，纳兰花来了啊，快到屋坐。来，坐这儿坐啊。纳兰花同志，来，给鉴定鉴定。怎么，你熬的奶茶？嗯，还真够味儿的。哎，小华，这水凉。凉凉，你就怕凉。对，哎哎哎。你看我哥，这才什么时候，就捂上大棉猴了。我妹妹到这落户两年多，思想进步，性格也变了，像个蒙族姑娘了。这次来，感觉和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别说空话，谁叫你不来？一年就到这儿看我嫂子一次，哼！你嫂子是大夫，我是搞城市绿化的，对沙漠我缺乏研究。得了吧。你是怕这儿的风沙吹破你的嫩脸皮儿？陆先志同志，我们这儿需要千百个造林英雄，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把这滚滚的沙漠改变成富饶的绿洲。纳人花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明年一开春就要治沙，就看你来不来了。我们有些想法，有功夫请你指导指导。咱们一起研究。咱们走吧，以后再跟他辩论。好了，我们先走了。说那人花要改造这块沙漠，我得嘎西上位。你，我禁止你这样叫我。我这是提醒你，这里埋着你我两条生命，一旦被发现，你我就……你呀，眼光短浅。我，要想方设法，不叫他们干成社会主义，把咱们丢掉的天下再夺回来。嗯，明白了。谁？桑普喇嘛，你好啊！丹巴，你这个老墓主，你老实点儿。你是上中墓，应当叫桑布同志。你少给我来这套！哎，别吓唬我了，下来吧。咱俩歇会儿，唠一唠。不行啊，我还得赶路呢。哎，下来吧。桑布啊，我看你这两天打草可卖劲儿呢。
人家那人花是公社副书记，都亲自带头干，咱们不干那还行啊？嗨，你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干点儿，做做样子就行了。桑布，公社不是要组织打猎队为社员谋福利吗？怎么？哼，那人花从北京一回来啊，就给顶回去了。啊，那倒厂搬家呢？也不搬了。这点啊，拿着花可真不好，一点也不为大伙着想啊。是啊，今年干旱，秋风大，不是好兆头，可得自己留一手啊。是啊，这不我给自留处打了些个过冬的草嘛。嗯，桑伯啊，刚才你念经是不是大灾年驱驱邪呀？可不是，这些天哪，我一合上这眼睛啊，尽做些个噩梦啊。哎，可不能跟那人花跑得太欢呐。这圣洁的鸣沙都是由神仙安排的，动不得呀。要想逢凶化吉，就得多多求老佛爷，不然的话凶多吉少，大难临头啊。拉粮队有信儿没有？我打过电话，说是昨天就从齐里出发了。哦，也该回来了。又起大风了，流沙漫路，拉粮队就更困难了。是啊，粮食要是不能按期拉来，敌人又该钻空子造谣了。敌人暴露暴露是好事，我们一定要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嗯，哎，听说塔拉同志来了，没到这儿？没有啊，是特意请来的。看样子还要有一场风暴啊。不要紧，咱们牧民就是在风暴中长大的。老嫂子，你好啊！哎呀，这不是塔拉吗？好，你怎么一当上齐委副书记，就把乡亲们忘到北沙坨子后头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来一趟，我家马庄的周围都长草了。塔拉同志，你好。啊，塔拉同志，你好。给你。屋里坐吧。快请进吧。啊，请。好。快快请坐。好好，里边坐，里边坐。快往里坐坐，往里坐嘛。在这儿吧。倒茶。塔拉，家里都好啊？好。喝吧。塔拉同志，听说您昨晚上就到了。嗯，在达门林那儿住了一宿。啊，我什么时候向您汇报啊？不，我想听听你对我的意见。塔拉同志，您过去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不像今天这么绕圈子啊。
塔拉，党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纳尔花肩上，你们老干部可得多批评帮助啊。你要知道，纳尔花这孩子没名没业，忘吃忘睡的为集体忙活，你们呐，谁也没有我当婆婆的知道的多。谁要是东一阵风西一阵雨的朝他来呀，哼，塔拉，你老嫂子可不是光有笑脸的人呐。老嫂子，对我们来说，辛苦和错误是不能互相抵消的。哼，人的眼睛要是有了毛病，就兴许把直的看成弯的呢。嗨，你唠叨什么呀？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说吧。塔拉，既然来了，就得喝好，我再去给你烧壶热茶。来，塔拉同志，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就请说吧。男人花，我不明白，达门林领导生产是有一套的，怎么提出个杜荒方案，你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一风吹了，还说人家是错误的？要把那么多的劳力和畜力全调走，那么我们改造沙漠的计划怎么去完成？我的男人花同志，我们这儿遭受了自然灾害，形势是严重的，不要说我们这边疆沙漠地区，就是在内地农村，有的也在搞包产到户嘛。现在当务之急是防守，而不是进攻。不对，您对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毛主席早就给我们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觉得防守不符合这种精神。哎呀，上级有过指示。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度过灾荒。要想战胜灾荒，就得有个积极的办法。积极就应当找地方寻门路。不行，那种找地方寻门路的办法是捞钱混日子的邪门歪道，不是我们发展牧业的正确道路。您过去在我们这儿当了多年书记，改造沙漠、建设草原是广大牧民的愿望，您是知道的。可那时候还不能够大面积治沙，现在有了人民公社，又经过几年试验，我们完全可以横下一条心，在建设草原上用心思流血汗，让沙漠变得快些，更快些。说完了。有不对的地方请您批评。查拉同志，你可别。你太固执了，我很难说服你。有什么事儿商量着来嘛。哎，拉粮队回来了，拉粮队回来了。走。哎，领头的那个人是谁？看不清。旁边那个人是苏哥。看看看看看看。齐北书记，布拉盖，快走。啊，好像长高了。王干同志。哦，你好。王干同志你好。布拉干同志来了。你好。你好。布拉干同志。男人花你好啊。好。乡亲们都好吧？都好。老妈妈呢？她常念叨您。三人，快请布罗干同志休息。好，爸爸，咱们走吧。哎，好，好。啊，大伙儿去卸粮吧。对，卸粮去吧。爸爸，洗脸吧。好。怎么样，孩子？这风沙可是锻炼人的好地方啊。可我不够坚定，哭过两次了。
为什么呢？前些时候，南仁花同志领着我们爬沙山、查风向，要彻底改造沙漠的面貌。爸爸，您说这有多好啊？好啊。可是，达木林社长叫我们离开这儿，就是不搞草原建设。您说，气人不？这一气就哭了一鼻子。哎。那么第二次呢？南花同志从北京回来，发动群众，大家的干劲儿可大了，各大队都打了几十万斤草，保证牲畜能安全过冬。可是听说塔拉同志有指示，让我们在风季到来之前还离开这儿。老塔，还有你的不是呢。哎，这个孩子有点意思。你这一哭我倒很高兴啊。啊，您还高兴？对，这说明你的思想在沙坨子里扎下根儿了。啊，你好啊，波兰干同志。你好，来，请坐。坐吧，坐。两位书记都在这儿，是不是我把下部工作汇报一下？我们还是先到各大队去看看吧。也好。布勒干同志，南木尔大叔。哎呀，哈，这走起路来还像猛虎下山呢。这年月，人是越活越兴盛，脚底生风啊。来，请坐。哎，坐。怎么，拿鞭子出门了？不，送饲料来了，把我们大队储存的饲料给公社送来了5车。送饲料？别的大队闹灾荒，你们还有富裕的粮？58年大跃进，拿人花在我们大队当支部书记的时候，搞了个绿化实验点儿，种了些粮草树木，闹灾害就难不住我们了。你们掌握全面，哪个队生出缺草料就拨给他们吧。哦，绿化点的作用还不小啊。就是这样的绿化点也没剩下几个。为什么？嗨，不知道从哪儿刮来这么股邪风，说改造沙漠是叫牧民倾家荡产，硬把绿化点一个个砍掉了。是拿人花硬顶着才保留下这个绿化点。这么说，绿化点上的斗争很激烈呀。哎，老塔，你一直在这儿工作，了解这里的情况？不敢说完全了解，反正闭着眼睛撞门也不至于迈错门槛。我刚到旗里时间不长，你得多帮助啊。谈不上什么帮助，你要了解什么情况就只管问。说实在的，有一次来了一位记者，我光给他介绍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历史变革，就谈了3天3宿，哎，才说到了合作话。哎，你跟我可别谈3天3宿啊，明天早晨咱们还要赶路呢。听说咱们部队解放这一带的时候，你就跟拿人花和达木林有过接触。是啊，那是在10多年前。老乡，老乡，家出什么事了？我的孩子。孩子怎么了？让王爷抢尽了。在哪儿？在王爷府。我的孩子就要被烧
别急，老乡，你等着。孩子啊！给我来！哎，闪开，闪开！你叫什么名字？拿人花。孩子，你妈在家等你呢，跟我走吧。这是我的儿子苏哥，多亏你们救了他。吃人的王爷，为了给他死掉的姨太太殉葬，就要烧死我们的孩子。你们领走吧。我送男人花回家。嗯，走吧，去吧，孩子，去吧。老乡，妈妈，老乡，妈妈，妈妈，孩子回来了。回来了，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妈妈死了以后，我把她送到拉格瓦家。我们部队继续前进，走到了一个村子附近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达姆林吗？是他，是个穷要饭的，躺在大路旁。我把他送到了人民政府做了安置。啊，一晃十多年了。是啊，这十多年里我们的拿人花变化有多大呀？从旧社会的殉葬品变成了旧世界的掘墓人，一个崭新的人。妈啊，我跟您商量件大事。看你说的这么正经，跟我商量啥大事儿啊？您看这是什么？哦，要种花啊。妈，这是我从毛主席身边带回来的那个大苹果的籽儿，我要把它育出苗来，再嫁接培育，让这个大苹果在沙漠上生出子孙万代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大苹果在咱们沙漠上接种传代，长得满山遍野，那该多好啊。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可孩子，刚才你说的什么针接呀嫁接呀，妈妈连听都没听说过呀。妈，对育苗栽树早先咱们确实没碰过，但是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咱们一定要把这海海漫漫的沙漠
变成水草肥美、花果满山的新型牧区。南仁花同志，干社会主义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拿出愚公移山的劲头，就能把杀害永远排除。对，我们年前做好准备，明年一开春就上沙山。保证治沙生产两不误，党委研究由您负责抓一下生产，看看有什么问题。孩子，你放心吧，山上的干劲足，山下的干劲也不小啊，咱们来个生产竞赛吧。嘿，拉个娃就看你大队长的啦。没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咱们马上动手。佛爷在上，饶恕我桑布喇嘛吧，沙漠上的一草一木都是老佛爷安排的，我们不能动他呀。可我是被上边派工给派来的，我不能不干活呀，我没有罪呀。好啊，你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我今天非抓住他不可。桑布大叔，你别跑了，我脚都崴了。哎呦，你脚怎么样？不要紧的，我明天非把他这迷信脑瓜给他撬开不可。嗯，你可以跟他谈谈，了解一下情况。哎，要是抓一个反革命，倒也值得。可跟桑布，嗨，这活也干不成了。拿着花不是说了吗，你的脚没白崴。哎，赵大夫。
桑布来了，我想找他好好谈谈。好，你可不许干活。哎，啊，大叔有烟吗？大叔抽一袋再走吧。不了，我还得干活去呢。啊，我是说我想跟你谈一谈。来，坐。你先抽。大叔，你当过喇嘛？这有什么，大伙都知道。你这喇嘛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成不了敌我。我看你这迷信思想还很严重啊。那天晚上你给老天祷告，说什么一草一木动不得，那是谁的话？我说的，那就是我的。不，那是你师父的。师父？谁呀？我现在正要问你呢。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干脆你把我当成反革命得了。就看你犯没犯反革命的事儿，要是犯了，就是亲爹，我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好，我就等着你转我正了。哎，站住！哎呀，老佛爷呀，退退退！哎，我说大叔，我这枪里没子儿，你回来，我还有话呢。一会儿是大叔，一会儿是专政，到底是大叔是专政啊？等你定个谱，咱们再谈。我说大叔，嗨，做思想工作哪有这么莽撞的？我原来想的好好的，这一急啊就压不住火了。事情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不要急。对桑布这样的人要耐心。要知道，猎人在捕捉野兽之前，总是先把障眼的草木拨开。总是把障眼的草木拨开。我明白了。收工后我找他谈谈。哎，大叔，您再想想，咱们改造沙漠是件大事，您不应该跟贫下中牧隔着一层心呐。那人话，你的心意大叔明白呀。我是有迷信思想，可是大叔，您平时不好好学习，旧的观念很深，可要当心上了别人的当啊。您歇着吧，我回去了。哎呀，男人花来了。大婶儿，怎么要走啊？再坐一会儿吧。我跟大叔谈了半天了，你看气人不？没病没灾的。大婶儿，大叔的为人我们了解，您跟他多谈谈。哎，我走了。有空来啊。哎，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装病回家来，人家男人花晌午不歇着跑来看你，说道理讲政策，你就差了八年的地皮也该湿透了吧。男人花的心意我不是不明白，男人花的话不是不入我心呐。哎，还什么呀，去找男人花有什么事一五一十全坦白不就得了？坦白，一坦白，他们就会把我跟老墓主穿在一根绳上，这事情就没完没了了。群众就没个尺码了，一分不是，定不成两分罪，怕啥？啊，这，你看着我干什么呀？快去呀！啊。啊，这不是桑布吗？啊，大白天不去工地干活，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想到工地找那人花谈点事儿。哦，找他谈什么事儿啊？
我想找他当面说一说。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不，不行啊。三伯，你跟我来一下。来，坐，坐。啊，我是社长，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不一样吗？为了这件事儿，哈图找我谈过话，后来男人花又教育我。我要是再不谈呢，那可真对不起党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好，在沙豪的时候，我怕招贼生祸，给老佛爷磕过头，还散布过流言蜚语呢。啊，关于流言蜚语，不是批评过你了吗？嗨，可你们不知道那谁给我出的坏呀？谁？那都是老墓主丹巴给我出的主意呀。哦。丹巴还向我散布过反革命言论，说什么红马年要变天了，别让我跟男人花跑得太欢了。我真糊涂啊，我上了老墓主的当。这些事情你跟谁都没说过吗？没有。好，这个老墓主贼心不死。你交代的情况很重要，我当社长的亲自处理。为了不走漏风声，我们一言为定，这件事情你不准跟任何人再讲，听见了没有？是是。跟那人花也不要说了，他工作太忙，我当社长的亲自调查，亲自处理，亲自向上级汇报。哎呀，那可太好了，我总算把一个思想大包袱放下了。嗯，好啊，我走了。嗯。奶奶花，去冬以来咱们抓抗灾保畜搞得不错，牲畜安全过了冬。眼下正是春季大忙，各大队都要剪羊毛接膏，人手不够啊。你看是不是把治沙停几天？这几天正是关键时刻，这里的人不能动。关于人手问题，你再到各大队去调配一下，行不行？不行啊，我已经向旗里请示过了，得马上停工。停工？嗯。大社长，治沙是党委定下来的，要停工也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男人花同志，哈图有什么情况？啊，不好了，北面风口栽的沙蒿都被大风给周了。啊，走。治不了你，老天爷也会治住你。
兔同志，进人家的屋也不敲门。哎呀，这么严的条令啊，没听说过。你没看电影上都这样吗？可以进来吗？罗华，你头也不抬，怎么知道是我呢？不用看，只要听脚步声像砸夯一样，就知道是你。这说明你对我了解啊。哎，你写什么呢？我在写身在沙漠放眼世界的人。对呀，你就应该写这方面的稿子。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战斗，保证会把你锻炼成钢。你说的对，我决心向他学习。现在是1962年的8月，我到这儿整整4年了。嗯，是啊。我在他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的好思想、好作风。他就像张思德同志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为了革命的利益，能舍得一切。你猜，这个人是谁？这我还不知道，你真把人敲扁了。那你倒说呀。好，咱们俩一起说。拿人花。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拿人花来了。啊，怎么，你要出门？你哥哥来了。啊，小黄。啊，哥哥。鲁迅志同志，你好。你好，你好。哎，好，我来吧。哥，也没到探亲的日子，你怎么就来了？嗯，你哥哥这次来呀就不走了。哎呀，太好了，我代表贫下中牧热烈的欢迎你。嚯。哎，好，来，坐吧，坐坐吧。一路上看到你们的成果，真了不起呀！时间不到一年，大变样了。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明天，我们公社召开庆祝治沙胜利大会，请你也来参加。谢谢。下一步打算怎么搞啊？我们和鲁新志同志共同研究了，计划今年夏天搞草原建设，金秋明春再栽上它几千亩沙蒿，同时要抓用高干林固沙。后年，为了解决干旱问题，要在老白塔下面修个大水库。好啊，这是个大胆的设想，鲁新志同志。你是林业专家，得多帮助啊！我不行，向贫下中牧学习。下一个节目是马上射击表演，请参加表演的同志做好准备。你去准备吧，看你的了。准备好了，预备。
后年准备在白塔下面修个大水库。这个袍子真他妈的别扭。嗯，你这里也吃紧。是啊，共军很快就要到了。哦，好厉害的共军呐！我拉来了三车枪炮弹药，你看怎么办？在哪儿？在村外等着呢。车管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叫达木林，王爷姨太太的陪嫁奴隶，没什么家。怎么办？在白塔下面有我家的祖坟，底下有个秘密地窖，把你拉来的枪炮子弹和我家的金银财宝，还有咱俩的委任状全藏在里边，然后把车管尸体扔在里头。嗯嗯，这样你就用达木林的名字潜伏下来。好主意。Thank you.
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一晃三年多了，这苹果树都长这么高了。妈，啊，大婶，今年秋天就能吃苹果了。是啊，咱们牧民能吃到自己亲手栽的苹果，这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啊。要不是男人花从毛主席身边带回来苹果，怎么会长出这样好的苹果树呢？这几年呢，哪人花可真受累了。大婶儿，不能那么说，这些都是大伙儿从斗争中得来的。只要看看这周围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就会感到工作做得再多也嫌少，步子迈得再大也嫌小啊。大婶儿，咱们改造沙漠的事情还多着呢。对，我们把流沙固定下来以后，要在上面种草、种树、种庄稼，还要修水库。一句话，向大沙漠要财富。南人花同志，运输栽子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什么时候出发？明早动身。好。得了，四个人好。不要紧，头部受伤，血流的多了一些，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哦，那人花，树栽子有损失吗？都找回来了，一捆也不少。那好，今天一定要把苗圃的农药办好。我已经安排桑布去做了。桑布，啊，干什么呢？办农药呢，明天就要栽树了。鲁新之让我把农药办好。哎，味儿不大，药少，再弄点来。好。Thank you.
啊，给，好，怎么样？嗯，这回够了。好。大家分析的对，断桥这件事肯定有问题。哈兔已经到桥上检查去了。阶级敌人的眼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咱们一定要彻底追查。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时刻注意阶级敌人的活动。大家回去做好准备，季节不等人呐，明天栽树。咱们走吧。好，咱们走吧。好，快走吧。好好休息，哎，休息吧，咱们走吧。好，注意休息，我走了。哎，哎，不许动！男人花。哎呀，怎么样？赵大夫，不要紧吧？头部受伤，血流的多了一些，不要紧。啊，大师站在。嗯。桥上桥下都检查了，发现桥桩被人锯断。啊！他妈的！这肯定是阶级敌人干的。大社长，这里是医院。我是个穷要饭的出身，我一听到阶级兄弟被人陷害，我就心疼啊。我要是抓住这个坏蛋，就把他碎尸万段。大社长，放心吧，他跑不了。哈兔，你先回去吧。明天还要栽树呢。好，那我回去了。男人花，你可得保重身体呀。我回去了，你可不能干活啊。啊，谢谢你的关心。好，我走了。来到布尔塔拉沙漠已经6年了。6年来，在贫下中牧的教育下，使我理想的根深深地扎在沙漠上。鲁花，鲁花，怎么了？咱们栽的高甘霖一颗也没活啊。不要哭，咱们牧民有句话，流眼泪莫如攥拳头。怎么办？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再干。过去我们搞试验栽的树全活了，现在用同样的办法怎么就不活呢？一颗也没活。我看这不光是技术问题。对，我们大家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死树的原因。南二花同志，塔拉同志来了，有急事儿，要你马上回公社去。大叔，我去。去吧。我是眼看着你长大的，现在你变了，变得如此骄傲，谁的意见你也听不进去。
不接受领导的批评，偏要领着全公社的人往沙漠上倒酥油，结果怎么样？栽的树全都死光了。男人花同志，咱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那个所谓的治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了。失败？我认为你这个结论下得过早。到这时候还抠字眼有什么用？失败就是失败，现在该刹车了。大社长，从治沙以来，你一直拆台、吹冷风、百般阻挠，今天你终于说出了你最想说的话。你，塔拉同志，你看这男人花，你怎么这样？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们要查原因，骨干劲继续上阵，想要我们刹车办不到。什么？还想干？让你这样再胡闹下去，我这当领导的就是犯罪。好了，这样吧，布勒干同志到盟里开会去了，我决定从现在起停止你的工作。什么？我不同意你这个决定。哼，你要知道你的错误和你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必须做深刻的检查。达文林同志啊，从今天起公社的一切工作由你负责，并把事故报告尽快写好报到齐里。是，我已经决定，为了防止有人作弊，死掉的高甘霖不准他人接近，由我来负责处理。嗯，塔拉同志，你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打电话，大叔，大伙儿都来了，好，咱们一块儿学习吧。我们刚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改造沙漠有这么大的阻力？达姆林让我们逃荒卖牲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拉树栽子，有人锯断乔庄子陷害我们，这是阶级斗争。在高干林前桑布办农药的时候，我看见达姆林从那儿慌慌张张地走了。最近我民兵在夜里执勤的时候，发现老墓主丹巴几次在白塔附近转来转去的。是丹巴，走，找男人花去。总算把他撸下去了。小点声，小点声。我恨不得站在房顶上磕嗓门唱呢。哎呀，你小点声嘛，别让他们听见。没别的说的，如今你独揽了公社大权，头一条你得给我把墓主分子帽摘掉。这我自有安排。啊，你他妈的，你老实交代。你这个老墓主，竟敢拿酒来贿赂我，什么意思？什么动机？你老实交代。是是是，你这个老墓主，真他妈的可恶！我错了，我错了，滚！你给我滚！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达社长，你好凶啊！这个老墓主竟敢拿酒来贿赂我，我狠狠地训了一通。要不是你来呀，我跟他就没个完。不会的，人常说，再好的戏也有个完呢。戏？这是一场斗争。你说得很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好，你来得正好。我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塔拉同志叫我问你，你写的检查怎么样了？如果有人以为用停职反省的办法就可以动摇共产党员改造沙漠的决心，那么我愿意回敬他一句话。什么？痴心妄想。达姆林和墓主丹巴过去有什么关系吗？一个是墓主，一个是穷要饭的，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您亲眼见过他要饭吗？没有。那还是在
咱们这儿解放的那年，就是现在的塔拉同志领了个要饭的，这个人就是达姆林。哦。塔拉同志把他交给人民政府，从那以后他一直没离开过这儿。民主改革运动啊，镇压反革命了，明面上挺积极，后来他就当上了副乡长。可是刚解放那年斗争丹巴，他上台去连踢带打，可真有个狠劲儿呢。嗯，狼是可以随着季节和气候变换它的毛色的。咱们要学大寨大队抓阶级斗争，我到旗里去找塔拉同志。好，你放心吧。嗯。同志，你好啊！哦，拿着花来了。来，坐。顶风冒雨的跑这么远，有急事儿？我想跟您打听个人。谁？您完全了解达姆林吗？这什么意思？我是他入党介绍人呢。那么达姆林和墓主丹巴在历史上又是什么关系呢？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墓主分子，就是这么种关系。可是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秘密交谈，行动非常可疑。请您看看有关他的材料。纳尔华同志，我要提醒你，不能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出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就想把自己的同志往敌人那边推。塔拉同志，我冒这么大雨来找您，是把您看作我的前辈，我的领导，把您看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才不能容忍随便把另一个共产党员污蔑成同阶级敌人相勾结。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我是来向您揭发达姆林的问题。塔拉同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我看不出有什么根据。那是因为您在思想上、立场上跟他搅到一块儿去了。这么说我也快成了阶级敌人了。我是说在思想上、立场上。思想上、立场上，达姆林又怎么了？从搞绿化试验点到大面积的治理沙漠，他好了好了，别提你那治沙了。惨痛的教训，塔拉同志，我今天所谈的不单是智商，也绝不是和达姆林之间的个人问题，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可您一句也听不进去。您说达姆林是要饭的出身，可据我们调查，解放前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要饭。您说他是共产党员，他却要给丹巴摘掉反动墓主分子的帽子，这又是什么问题？达姆林有错误，但不能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不对，您现在的做法是在袒护一个有问题的人。你我建议您好好看看这些材料。几年来在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您是应该知道的，外出逃荒、卖掉牲畜、拒桥陷害、要死高甘霖和苗圃的小树等等，
作为一个旗委副书记，一个共产党员，却不闻不问。您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吗？事情没有弄清以前，我不允许您用这种词句、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说的都是事实。啊，这是怎么了？啊，布罗干同志。你好。坐。坐。坐吧。你们谈什么问题呢？看样子很激烈呀。好，一会儿再接着谈。老塔，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仁花，你也听听。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毛主席号召我们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山西省大寨大队，他们贯彻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在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里狠抓了阶级斗争，夺取了大丰收，这给咱们做出了好榜样啊。老塔，明天咱们先在旗委会上传达一下，南仁花你也参加，一起深入的学一学，回去以后用大寨精神进一步发动群众，要把那里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我刚才和塔拉同志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可是塔拉同志，哎，老塔，最近我一直想找你谈谈，你常说自己当年是冲锋陷阵的骑兵排长，可进城以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你已经变得不像个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了。你想想，为什么拿人花为改造沙漠的那种拼命精神，在你思想上就引不起共鸣？为什么他在复杂的斗争中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生产建设中能提出大胆的设想，而你总觉得他步子迈得太大？特别严重的是，你擅自做主停止了他的工作，这不是个认识问题。关于达木林的问题，你找公安部门和组织部把他查清，你回去以后尽快把死数的原因查出来。好，我们保证用大寨的革命精神，把我们公社的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几年来，那人花愣把酥油往沙漠上倒，我是干着急，拦也拦不住啊。这会儿撤了他的职，咱们要把打猎队快点拉出去，要干得漂亮，把钱捞回来，叫社员们都吃到嘴里啊！对，还是老社长为我们着想啊！哎，我说桑布，你怎么才来呀？啊，大社长，我不想去了。为什么？我老婆不让我去。哦，哎呀，我说桑布啊，我达木林
可没拿你当外人呐，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呀！啊，坐下吧，来，喝。嗯，这次干好了，你也算为公社出了力啊！来，干一盅。干干。桑布大叔，大社长这么信任咱们，我看无论如何也得去。嗯，只要为我达木林出力的人，我是亏不着他的。大社长，能不能先给大家预支点现金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已经把那些树栽子全卖了，嗯，收回的现钱就全部用在这儿。啊！来，举起来，来，喝一杯。喝，喝。达木林又耍出个新花招啊！嗯，他是想一箭双雕，折卖树栽子，组织打猎队，既叫你查不出死树的原因，又用金钱笼络了人心。把青壮年调离生产岗位，你们说这是什么问题？他是想破坏治沙。拿人花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已经叫苏哥和赵大夫去找他了。太好了，咱们要多做群众工作，在拿人花回来之前一定要顶住这股黑风。你看，打猎队出发了，怎么办？走。怎么办？是上，是怎么了？他们追咱们干什么？走，是不是回事？快去，走啊！咱们快去。他这一来，这事怎么推？咱们回去。我怎么说不来嘛？同志们，你们上哪儿去呀？拿着花，你要干什么？这次打猎，社长亲自带队，很不平常啊！你管不着。走，不许走！你们要造反呐！走，同志们，现在生产这么忙，有人却让我们把牧业生产和草原建设丢下不管，大家掂量掂量，这条路我们能走吗？大社长说，这是公社党委决定的。公社党委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你没有权利代表公社党委。达社长，可惜你高兴得太早了。同志们，是谁背着公社党委偷偷地折卖了高甘霖？是谁利用集体资金腐蚀群众？又是谁欺骗大家放弃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完全是别有用心，朝这条路走下去就是复辟，就是倒退。那些被打倒的王公贵族和公开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重新上台，大伙儿说我们能答应吗？不能。达木林，你当着大伙的面说明白，为什么冒充公社党委的名义骗人？达木林，我算看透你了，这几年你净搞邪门歪道，你就是不领着大伙干社会主义。前几年你不是卖牲口就是逃荒，现在拿人花领着大伙儿治沙，正干得热火朝天，你又欺骗群众，煽动大伙儿跟着你去打猎，你这套鬼花招啊，就是要搞垮咱们人民公社。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咱们绝不能走回头路。大家不要听拿人花的煽动。拿人花，你说怎么办？学大寨。学大寨。对，
大寨大队遭受特大洪水，接击敌人乘机破坏，他们煽动群众离开大寨，弃农经商，出外逃荒。但是大寨的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打退了接击敌人的进攻，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你看，大寨人干的就是好。对，我们要学习大寨精神，抓好阶级斗争，彻底改变沙漠的面貌。好，男人花，你不检查交代，到处煽动破坏，我跟你没完。达社长，你的戏该收场了。同志们，咱们走吧。走吧。贫下中农就是这样，对资本主义敢批，对阶级敌人敢斗，大干社会主义不动摇。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我们要把大寨的先进经验传达到各家各户，使每个人都知道，学习大寨是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号召。对，我们牧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全靠毛主席指引呐。孩子，毛主席给咱们指明了道，咱们大伙儿就快干吧。对，咱们马上行动，首先把死树的原因查清。鲁新志同志，请你把情况再介绍一下。这次化验结果证明，树栽子是被烈性药物烧死的。男人花，我揭发几件事。我揭发，我也揭发。我发言，我说，我揭发。好，大家一个一个的讲，咱们捋着阶级斗争这条线，就能套住这只狼。愁什么？死掉的高杆林已经卖掉，死树的原因永远成了个谜了。笨蛋，我急的不是这个。这次拿人花回来，马上要在白塔下修水库了。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儿等死？有一招。什么招？今天夜里你从地窖旁边的暗道钻进去，把咱俩那两张伟人状拿出来毁掉。光拿出两张伟人状顶啥用啊？还有那么多枪炮子弹呢。枪炮弹药上刻着咱们俩的名字呢吗？你把洞口挖开，钻进去。我什么？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咱们的命，不然的话就全完。只好这样了。不许动！走，走！就在这儿。是达姆林。
原来是国民党的上尉。地窖里面有许多枪支弹药，旁边还有一具尸骨。啊，塔拉同志。啊，你好。啊，你好，你好。你看看吧。这就是达姆林的本来面目。这两个坏家伙，真没想到，自己认为一直在为党工作，结果让敌人钻了空子，当了保护伞。布勒干同志，我一定要深刻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我们都要引为教训呢。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对于我们该是多么深刻。达姆林是一个以伪装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当面做人，背地是鬼。他与丹巴互相勾结，毒死树呆子，破坏木桥，企图谋害拿人花，这一切不都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吗？拿人花同志，拿人花，达姆林跑了。对。顽抗吗？告诉你，想要阻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